都是胡椒，可我白胡椒的药用价值要比哥哥黑胡椒略高一筹哦。我味道更辛更辣，因此散寒健胃的功能更强。将我加入羊肉汤，可温胃止咳化痰。炖肉时加上我，除了散寒外，还能起到温补脾胃的作用。平时吃凉拌菜，撒上点我，去凉防寒，芳香的气味还能使人胃口大开。不过胡椒热性高，不可多吃，每次0.3到1克为宜。萝卜胡椒蜂蜜饮。白萝卜一个洗净，切片放入碗中，倒入蜂蜜30克及白胡椒5粒、麻黄2克，共蒸半小时。趁热服用，可发汗散寒，治疗风寒感冒。